娃娃当一人爽快，陪酒人讲陪酒话。陪酒人讲陪酒话，由陪酒人哦冠名播出。老当人爽快，陪酒人讲陪酒话。我那个老外节目来看不到枪击了，已经是无数时间了哈。每日的热心量、下心量都是相当相当多的。每过一个阶段，小会都会挑选一部分我那个下心内容，讲给大家人听。今天我那个这封信呢，是来自于西谷的李林佑老先生写过来的哈。关于个特种老王，李师傅写了无数无数，有我等祖国乐的、三我乐的，还有吧，李瑞乐的。今天呢，小辉挑选了几句，刚帮我在电视机前观众听一下。谢谢。第一句：人马当牛将，马马当牛跌。今天老王，人马当牛将，马马当牛跌。车买当初当时涨的时候也不买跌的时候，就像买房一样吗？买涨不买跌嘛。啊，我感觉就是买东西，就是不要在它正当头的时候涨价的时候买。人马当牛将，马马当牛跌。从我那个字面意思可以体谅一下，我等这个香槟讲过的时候，哎，我也觉得嘛，有干没有这种想法嘞？因为是早市大店，我等可能讲一个香槟讲过哈，可是讲过，这香槟我继续讲过，所以啊，我先买了囤货囤好，没买当牛跌。比方讲哈，小辉这个名堂，过年跌了跌了了，见着呢，哎呀，估计天量会有点多。天天会走的见状啊，原因会走的，所以讲我都不管抢起买了个哇，把空洞一空哦。这个不是讲人嘛当牛价，马嘛当牛跌。比方我能抢起一个房股哈，房股又是有价又是有跌，所以讲这个时候呢，我得用这句老话不发金矿。因为早市大地方，我这个信息流用呢流域比较小，但我能抢起来接收信息的方向呢比较多，所以这个老话是我能抢起遗留当中用的话，我还是要大哥你思考一下哈。好，接下来我再来摸一下第一句老话。今天老话，这老鸭子不吃是都吃。不要贪吃。谁能吃的？不吃是都吃啊，越吃人，他这样的好吃。形容鸭脚好吃吗？逛到这个一级步啊，小辉个三天路不滴滴动啊哈！一级步嘞，大姑应该有喜欢吃的，大姑娘也晓得。我等个哎呀，平时啊，都喜欢在水里最滑用，一年四季啊都在水里，冬天啊养养狗的，所以讲这个家是不破烂的。早知那天啊，有一个人是带新的小单卡，搿天啊就河边买新的时候嘞，基本上都是出奖的。鱼竿出奖嘞，因为搿时候啊，搿没光头啊，也没球啊，所以讲基本上是出奖是我等搿个后头上面就等我等个挨个这样的，有辛苦的。但是嘞，搿天买完搿个新时候嘞。最重要的事情是干么嘞？不是学的心呢，不是去吃穷下。老师啊，我特年过年吃辛苦啊，今年好个小子不是去吃鸡。今时忙，我特要挑一点好一点的米线，米到了上几期。今时忙，比如讲个朱顶红高个高哈，扁担样的西大米，个喷香个冰丢了，米到好个木糕，三块钱。听上课了。有好吃的，我特把老王老李了，到熬上去吃两个铁锅，小酒面筋不是有爽快的。那是老爷小姑，前个日子我和我苏氏嘛去高档嘛去了，老爷晓得，那不要紧，别过事。我特呢是一个老鸭子，不吃了是年头，想干了想念秋冬，姜子呢觉得老鸭一样刁，吃苦也不吃，这个比你有多啊。讲到这个吃，还是这头时间好，不过小辉过来嘛。生活有些时候嘞，应该犒劳一下自己，但是啊，我还是要精打细算。好，接下来我再问问下一句老话。今年老话，外面不烧鱼，锅里打乌猪。在外面就是说矜持一点，在里面就一直在打闹。打闹是吧？把一段和谐的意思。什么类似于什么吃里扒外之我的中年啊，就是打拼的过程当中呢，再要有点小本事，那个小本事，个童年时间赚了了。但是生活当中有一个人哈，我等亲戚也忙了到的，在屋里呢，可能讲屋里家，不就是做老细了，把我等个屋里个小便宜啊赚钱哈，但就是个只有那个可能讲，有些你没海外讲不个听，我想讲你也不笨，他个心里不受得了。走到自己嘞走不好，小自己嘞也不肯走，只能就继续靠屋里个收菜夹菜过日子。搿种嘞不是讲我那个啃老嗦，
生活当中呢，我呢可以忙得到的哦。好，今天的老王来不到大电视光电视机观众，他有老王相公啊，都可以跟我联系，我的电话号码是88600600，你看那可以写信给我，我才会写得到的。